美的地产，中国地产五十强。历经14年，六大区域30市，100余个精品项目布局全国。2017年，强势进驻中山。中山一直以来敢于开放创新，从孙中山辛亥革命、邓小平南方巡查，经济飞跃发展，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，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。美的地产智慧中山，为革新人居生活而来。中山隔珠江口，与深圳、香港、澳门相望，北接广州、佛山，西临江门，南连珠海，稳居湾区城市群几何中心、三大自贸区中心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承接超级城市的经济辐射，横跨20城的深中通道，连通深广惠、珠中江两大经济圈，港珠澳大桥打通世界级城市群经济大动脉。美的地产2017年落子中山3城，十期美的公馆，三湘美的蓝山，火炬美的乐府，在中心之上再造繁华，集结美的 5M 智慧家居大城，顺势而生。美的乐府深中通道3出口，广珠城轨中山站，规划中的地铁、中山港口一应俱全，深圳中轴半小时生活圈，实现诚心与诚心的随意切换。高端府系列洋房及别墅设计，新亚洲风格，近百米风雨连廊，下沉式休闲平台等多样静态交流平台，远离繁嚣，一泻疲惫。约400米环形健康慢跑道，享受天伦之乐。美的地产首创 5M 智慧健康社区，满足全龄需求。约128平米创新别墅设计，有天有地，奢阔尺度3代同堂，双套房设计，超高赠送率，超大露台，绿意盎然，优享极致奢华。别墅之上，约92至120平米美宅，采光大阳台，景致赏心悦目，匠心甄选，奢享创新封层空间。美的乐府城市价值先锋，美的物业一级物管上市公司，在管项目84个，服务人群达50万人。美的乐府公馆蓝山三盘齐发，革新中山。